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来到民间火拍的中国研究院的精要节目现场。这一节咱们再来一个比较敏感的，西方最近创造了一个词汇，其实也不是西方创造的，是我们网上出现的，叫新疆棉。但是我们这一节是讨论一下新疆棉是不是真的有强制劳动？哎，这个新疆是不是真的符合人类社会现在所确定的种族灭绝虽然我们看到了这个联合国的人权公约是哪个公约里面列出了一些条款，说这个中国现在在新疆的行为就算得上种族灭绝。人家这么一想那你那个种族灭绝的国家就多了，对不对？缅甸种族灭绝，是不是比中国也差不多，还是更严重、更轻一点？那中国的种族灭绝，中国共产党出现的时候，如果按照种族灭绝的标准的话，对汉人可能是不是也出现了种族灭绝？所以这一节我们讨论一下新疆棉有没有强制劳动。那么新疆现在的这个维吾尔族的处境，是不是面临一个种族灭绝的危机？怎么样，冯生明先生，先上。对啊，我今天还专门打电话问了国内一个朋友，就是说到底新疆这个事儿，因为他也多次去过新疆，就说美国现在新疆发生那些事儿，对吧？贴着标签，比如奴隶摘棉花呀、集中营啊、集体性侵啊、种族灭绝啊等等，就所以这其实你听了很熟，美国人也相信，美国人确实很多都相信，因为这个符合他们的历史传统，因为美国以前。南北战争就是奴隶摘棉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也算是个起因之一吧。你要说美国对印第安人也玩过种族灭绝，所以他觉得我们这么文明的民族都玩这个东西，你们这么野蛮这么坏的，不玩这个才怪了，不正常，对不对？所以包括一个一直替中国讲话的一个德国的自甘武，他也相信这个，就说他说连文革大跃进都搞得出来的政府搞这个有什么不可能的？他就相信那个集体性侵那个事儿。就三个维吾尔人在 BBC 出来作证，就是你说新疆有人权问题，就是这个我信，对吧？但是你说新疆的维吾尔族被种族灭绝，维族人呢被强制劳动去摘棉花，甚至就是汉人对维族妇女的集体强奸，这个呢我不信。就拜登上台以后，就开始打人权牌，就打出了这张牌。其实呢，就。打人权牌这是个好事，中国确实存在很多问题，有人权问题尤其为甚 那么需要改进，就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那美国愿意来做这个他山之石，好事，对吧？就欢迎。但问题在于，你提出这些问题，要是切实存在的问题，它才可能有意义，才可能就是良性的，大家可以就是有一种良性互动开始。就你要中国政府在新疆停止种族灭绝，对吧？你要汉人停止对新疆妇女集体性侵强奸，对吧？你要呢维族人呢不再被强制去摘棉花，他们人家自己地里面种的棉花，他可能一天工作确实超过了12个小时或者12个小时，你这个是强人所难了，你叫他怎么去改正这些问题？对吧？他无论如何也做不到嘛。就你要他停止犯罪，这个罪行要确实在那儿，否则的话他想改也改不了。当然有很多人他可以说这个种族灭绝是另外一种概念啊，另外一种定义啊等等。但在小事情上面用大字眼是不聪明的，否则你怎么去描述希特勒做的事儿？怎么去描述那些真正的种族灭绝？要开始有的话你怎么办？其实维族在中国他受优待的民族，从生育权到教育权到很多方面，他都受优待的。但是75之后呢，维族人的权利，如果按照西方的标准，确实受到了人权受到的侵害。但是这是一种政治的要求，是一种反恐的需要。你总不能像美国那样，派飞机去把维给炸了吧，对不对？军队派进去在那去搞，他没有采取那个方法，他采取了就是集中学习的方法。恐怕几十万人是应该有的，在这个中间，你要说对私人空间的侵犯啊，这些强制他们要，就是比如说要读一些其他东西，他们不愿意的，那绝对我相信是会有，但是不是所说的那些东西。
你就承认他们侵犯了人群，但是你不认为他们高德上是种族灭绝，是不是？种族灭绝也没有集体性侵，强制劳动，我也可以想象，比如说几十万人在那集中学习，对不对？学习好，这个时候棉花季节来了，棉花要烂在地里面了，他们去搜，恐怕也有的这种事儿。我很困惑这个东西啊，集体这个强制劳动啊，有人说新疆的棉花是机械化生产，是真的是假的？本来讲是40%，北边比较机械化，现在又讲70%，北边比较OK。那么现在就是当讲的就是强制他们去摘棉花的时候呢，那中国政府当然就出来反驳了，就拿出证据说多少%，好，都是机械化采棉。好，这样反驳了。那反驳以后，那为西方第二个反驳有啊，那就是因为你种族灭绝啊，把人家人都灭光了，灭少了，所以他只好机器采摘了。好，那于是中国政府呢又拿出新的证据来说，维族人的什么解放的时候只有200多万，现在有1200、1300万等等。不是这样的，好，不是这么简单。那维族人的数量其实呢，可能没有他说的这么多。这次我今天有朋友告诉我。他说正因为维族人有很多优待政策，不管是生育也好，升学也好，甚至就是在其他的经济方面的那些待遇也好，他比如说汉人和维族人合着生的小孩，他在报的时候呢，他就报成维族，他可以有很多好处，所以从这个方面呢，他可能人口呢比他现在所讲的要多一些，否则的话你说从2010年到2018年维族人口就增长了25%，这个是比较难以想象的，这个增长率有点太高了。就说，所以凡事呢有一个，总有个度吧，对吧？就是，在我看来，就种族灭绝是无中生有。但是你要说中国有言论自由问题，比如网络这些，这才是真正的问题。如果西方真想打人权牌，你也找一点靠谱的来打，这对中国也是一种促进，促使他改变一些东西。就像吴宏达，人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人，但是他抓住了一个事儿，劳教制度、劳改制度，锲而不舍20年。最后中国改了，不也是一个功德吗？他自己在劳教营待过19年，他知道那个里面的不公、残酷，很多弊病，这是他做的对的地方。包括 Trump 给中国就是王八拳乱扔，对吧？打经济仗，但他打的结果呢，中国在很多方面其实也改进了。以前对知识产权的不尊重，随便就是经常偷吧。以前对那种合规的那种，就根本。不讲，就现在你得注意了吧？就不管你是衣食住自荣辱也好，还是被西方的这种监督，这种总是，如果你打一些存在的事情，其实我觉得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儿。但就是你不要讲一些无中生有的东西，这个除了增加对立和仇恨以外，没有任何意义。而且中国老百姓呢，会更紧密的团结在这个政府周围，很容易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去。我现在是绝对不相信西方无论怎么打压中国回不到共产主义了，8亿人30年的历史记忆根本没有那个可能，绝对免疫了。但是你在西方打压下他回到民族主义不是没有可能的，就是西方很可能是在一个主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和一个义和团的中国之间，弄不好你会选出一个更糟的来。好，请胡平先生反驳批判。当然他这次实际上他不管谈什么，因为按照种族灭绝他是按照联合国那个定义是以那个在说的，所以跟我们通常想的不太一样。当然这个关系都不大，因为我觉得你不管给中共政府在新疆所作为安下个什么名字，问题是你能采取些什么措施。如果你有相当强的制裁能力，你不用扣那么大的帽子，你也就能制裁了，对不对？你现在加了一些更多的名字，但是你并不能因此而拿出更多的制裁的切实可行的制裁手段，那你没什么区别，那你没什么意义，所以我对这个问题不关心。但最近新疆民安问题炒热呢，它是和这个新疆棉这件事联系在一起的，就是新疆棉花生产存在强迫劳动。从这一个比较简单的事，他还没谈到种族灭绝或者没有种族灭绝的问题，就是强迫劳动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呢，看来当时应该说是肯定，就现在我了解的情况来看，应该说肯定是有的。那当然他也谈了新疆很多棉花都是机器采摘，但是也是很多人都说呢，
第一，还连中国政府都只说百分之几十，他也没说百分之百，也就是说他还也等于也无形中也承认还有些不是机器采摘的，那就是人工采摘的了。而据了解呢，就是现在的机器这种技术条件，机器采摘的质量是不太好的啊，因此你要那种特别高质量的棉花，还是得用人工去采摘啊。因此呢，就是这里头确实就存在有强迫劳动。问题就是他这个世界这个 BCI 这个组织啊，这个组织2009年才成立的，成立之前并不算那么太，它是个民间的组织，因为它就这么条规定，就是生产棉，它要去认证，就是如果哪个地方生产的棉花没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包括没有强迫劳动的问题，他才去给你发个许可，然后你别的这些公司呢，你才能去买那个的棉花。你要这样子了之后呢，然后你卖你的产品的时候，他那就有那么一个标记，这个是经过 BCI 认证过的啊。当然你要说是西方是个自由经济国家，那些现在中国就是这个 BCI 确实在一年多以前就做出这么一个判断，说中国的新疆棉花生产就是存在着强迫劳动，包括这个 H&M 这些企业，因为它是 BCI 的成员企业，它等于加入了的，因此它按道理就必须按照 BCI 做出的裁决， BCI 都说这个东西是有强迫劳动，那我们就不能买，否则我们买的东西，那人家就不上那个 BCI 那儿就不给你许可，不给你许可呢，那我们这个东西就不能，那些公司人家就不会接受，他所有东西连在一块儿的，他做出这么一个决定。问题是一年多前就做出了，当时中国方面没有什么反应啊，我们看到的反应不就是上个月是20几号啊，就是由团中央的微博把一年多前那件事给掀出来，然后网上就一片声讨之声。那当然我们知道团中央的微博他底下肯定一大批他的这个网评员呢，你看大学里啊中学里的什么团支部啊共青团员啊各种各样的，那都是肯定都是义务网评员，一下就造成很大的声势。然后我们看到民间去宣布这些抵制啊，就是你看都看到网民在那儿自发的抵制，就是这么说。你说这个第一奇怪奇怪的，一年多前呢人家就这么说了，包括 H&M 这个企业也是一年多前就表了态了啊，你怎么当时不说呢？但是后来你看上个月1号他国内出现一个消息，连网上我们都看到有一段一个视频，一个被称为一个公众微信号，就是良好棉花协会上海办事处的一个女性，她出来讲，她说我们经过这个，我们从2012年起，我们怎么样调查了解，证明没有一点强迫劳动的问题，她就断然否定。但是你看，哎，你怎么现在的否定呢？那这 BCI 原来是不是说过呢？你再查，中国官媒都有登的，新华社都有文章就讲这个来龙去脉。新华社就强的文章就强调，就是说强调一点，就是说 BCI 是做过这个裁决，说是有强迫劳动，但是他一口咬定 BCI 这个裁决是美国施加压力的结果啊，是被迫，是逼迫的啊。等于他承认，因为人家是总部啊，人家一年多就做了这个裁决了啊。而你这些办事处，你应该是把你的得到的信息向总部，跟总部交流，总部肯定是从首先要从你们那儿，从各个方面得到的信息，他才能做出那个裁决嘛，对不对啊？那如果你觉得这个，他怎么可能你作为一个分支部的对这件事判断和总部完全不一样呢？如果你发现不一样，你早就该提出，怎么都拖了大半年你才提出这个问题呢？所以这个他你道理就讲不通嘛。他这个我觉得是另外呢，你看那个我看的报道其实很有意思，包括这个谈到这个 BCI 说美国怎么样干预美国，当然它是非政府机构了，民间组织了，但是它这种组织机构就是有这么强的公信力，以至于它不认证那些大的企业，那些大的商家，大的企业就不敢买，大的商家你要没有它的认证，大的商家就不买你的货啊。所以你要想在一个自由经济的国家是很难这么做的，那政府你管不着的呀，他得企业很大程度的企业得自己自愿才行啊。你像美国川普打贸易战一再说要雇美国人买美国货希望那些产业能够回流，费了那么大劲儿你没几个回流，就因为你很简单呢，
你叫不动，那是自由企业，你爱出去，像这个马斯克，你这玩意嚷嚷那么凶，他就跑到中国去建厂去了，你奈他何，对不对？所以你要想想，他这张嘴肯定有些道理的，就是这么多企业啊，居然会听这么一个民间组织的话，他能有什么大理，能有多大本事吗？他没有什么多大本事吗？对不对？他们就因为他们都认定了，都承认一个原则，如果有强迫劳动的那东西是不能要的啊，所以是这么着来的。你现在不在这，而在这方面呢，我想他中国政府这边肯定有他的问题。这点要说没有强迫劳动，我都不信。肯定有问题，有那你又不去改进。以前你没有把拿这个问题做文章，都是现在也就是一个。不是，现在我只要问你一下，对 BCI 有没有提出他的调查的根据？他当然有了，他有没有啊？我们看不到他，他没有自己派人去的。你他有没有派人过去到新疆里头去做？这个实质的调查，你要听。如果他是有在中国的分部的，这个中国分部说我们没有这个资料，那你那个 BCI 那个资料是怎么来的？哦、BCI 只有很少的。这个要问的是你中国分部啊，你当初 BCI 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你干嘛去了？从瑞士那边怎么做出这么一个决定来？你怎么要过这么久，你才表达异议？这个讲不过去的嘛？不是有一个是胡平，你刚刚忽略了，就 BCI 是09年成立的，它就是个民间的 NGO 的组织，而且是2020年9月才做出这个决定，它那么长的时间没有做出这个决定。不是 BCI 的背景呢，它本来确实就是一个 NGO 民间组，对，它刚开始的时候它只有60万美金，对对、啊，但是它在2017年的时候呢，对，美国开始资助它了。是，就是美国的机构，应该就是 NED 这一类的开始。是。那在这个以后呢，他实际上在2018年的时候呢，他就成有点像个政治组织，他就做出了呢，就是新疆有就是那种强制劳动采棉这个决定。对。至于说你说为什么他有那么大的功能，这功能不是说他，因为你如果没有他的认证，对，你的产品在全世界的那种连锁店，对，你就没有办法进去，他就有这个，就是他有一个认证权。这就为什么那个 B&M 他宁愿丢掉中国5%的市场，对，他不敢丢掉全世界那个市场，因为我不给你认证，你就不能进连锁。问题在这儿嘛？你想他，我要问的就这点，他一个民间组织你做的决定我不理你的，我照买照，只要有人，只要那边愿意卖给我，我可以卖给他，不就完了吗？不，你西方的其他那些连锁店不敢收他东西，没有他的认证。为什么不敢收？他收了就把他杀头了吗？他犯了哪条法了？那那就有这个约定吗？不是，你就是相信，他们你就愿意的，完全相信这个是美国他们这么做，美国如果为什么是有损害的？第一，他们这么做抵制一个地方又价廉物美的一种产品 ，BCI 可以是有损害的，提出他自己的调查报告、啊，自己愿意。他有没有提出信守一些承诺的原则的话？我觉得他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我的问题在这儿，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他们自己这些企业大企业中间，就多少年前也是十几年前了，就做过这么一个约定，要出于环保的、出于人权的这几个是硬的原则，大家都要遵守。就彼此之间做的约定，不是哪个政府强加给他们的，所以他们并没有强制力。他们全是靠自己，你要自己不认这个东西，有人不认你的东西，如果不认你的东西，不买你那个账的人多，你一点没有办法，你 BCI 就是那么一个空架子，一点没作用。所以你要这个，而这三家都是 BH， 他什么时候提出说他自己的利益有损害的呀？他做出这个决定对他利益有损害，新疆棉花那么好，对不对呀？你要不去买你自己亏了呀，你的那些商家也亏了，那哥们都会亏的，但是他们要遵守这个规定，所以就是说这个规定，他 BCI 那个规定一定有他的根据。如果没有根据，什么根据？你拿出证据来啊！人家 BCI 当然没有提出他，而且问题很简单嘛。再说，你现在上海那个办事处那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人家道理很简单，你怎么讲？你要说没有根据，上海你要说没有根据，对，好，你只要是你只要认为是简单的人讲的就没有根据。那胡平，我跟你讲一个我自己碰到的事，我去年回国探亲的时候，1月份我就在上海，在黄浦江旁边呢，对，就1月30号那天。对，又碰到了一对维族的，就是母亲和儿子。对，那么我们就开始聊，因为我那个朋友呢是在新疆待了4-5年。对，那两个人就对新疆的事情非常不满，完全是可以说是，就是维族的立场，就讲这个事儿那个事儿，然后就其实就讲到棉花，他就说棉花收割季节呢，
就有很多外地人，主要是河南人，就跑到那去收割。是的，他一个月就可以挣很多钱，几千块钱，将近一万块钱。对，但他就没有讲到说那些就是强迫那些维族人去收棉花。但是他的意思呢，就是为什么要外地人来呢？他以前其实没这个事儿的。他说他们被请到学习班去了，被拉到学习班去了，所以劳动力就不足，是，所以就要外地人来摘。那你想，如果有的话，他肯定应该讲嘛，就说他们就被强迫去摘嘛，对不对？嗯，也不必外地人来了。所以，我的感觉就是，这件事儿呢，因为 BCI 自己也说，他后来又否认了有那个就是强迫摘的，开始的时候是有，后来又否认了。有这么一个过程。至于说是不是共青团这个网站要把这个事儿拿出来，而且实际上用新疆棉的很多，对不对？中国现在他只打 BCI 一家，其他的你比如要去打耐克啊，打那些好像政府还拦着，有点像是选择性的，就是有一点像你说很多国家都跟着美国来制裁中国，那中国呢就挑着澳大利亚就打了一下，现在就挑着 B 就是这家公司呢就打了一下。H&M、那几个厂商都认都是 BCI 的，都是，对，他们也用了新疆棉，对不对？对，都不有了就是没有，很多就是没有用。所以我意思就是说呢，第一，这是那些企业自愿的，很不容易的，因为这个他们经济利益上要受损失的。川普费那么当总统，贵为总统，他只能在关税上下功夫，他很想让那些企业都回来，还很想让企业听他的话啊，拿出国家利益大的这个很高大上的理由，他就是拿的没一点没有办法啊！你想让这些自己愿意承受经济上的损失，而要去抵制新疆棉，那是很不容易的。那不是说是你可以都不调查研究就信口开河就能做得到，他那种公信力不是白来的，不可能。因为民间有那么能够有那么大的势力。那他一定会建立在就是相当的公信力基础之上，而且有关成员对一些他们曾经承诺的一些原则的真正的信守不渝之上，没有这个东西，你这个根本就是他的公信力是以前建立的，但是在他建立的公信力以后，美国就开始接着说啊，听我接着说，才出现这个对这个问题，他那个美国制度之后不排斥的。比如办学习班集中在一块儿，他叫你们一块儿去劳动啊，这个我都当过学习，进过学习班，对啊，小时候都做过的。我说你叫你办学习班，跟强迫你去劳动，这完全可以配套，就跟他过来了，关了人，他觉得浪费劳动力了，那不如用你的做监牢的人搞点什么生产，那不是两全其美吗？他这个所以跟强迫劳动根本不相干。我的意思就是，他确实有这么条，而这个东西确实是。今年三月份才把这个事情，这个中国官方才把这个事情，以前我们谁听说过这个新疆棉嘛，对不对？这些抵制的人，他们以前怎么没见他们抵制嘛？共青团中央怎么原来不炒这个事儿嘛？这个又不是新新闻，是老的不得了的一个新闻了。所以问了你从这儿来看起来，那就一定，这新华社文章讲得很清楚啊，他就说这就是 BCI 做了决定，而他就把这个 BCI 就归结到美国的支持。美国支持，但我就说美国他哪有那么大力的？如果你都没有真凭实据，你让这些企业去蒙受这个损失，你哪有价廉物美的？谁不愿意去买，对不对？让他们自己约束自己，我就不去买，那多么不容易的事儿。所以这问题很简单，现在提出来了，联合国秘书长提出来了，现在就是因为中国官方不承认有新疆这个有强制劳动，而 BCI 那边就认为就有那你。听谁的呢？那你听谁的呢？那所以说，联合国提出需要去，希望能够有人去专业的人去调查。但中国说欢迎调查，但是不是说无限制的啊？那这话什么意思？我们都知道了嘛，对不对？你要真是觉得那个没有问题，而且你也真的认为你知道这很多公司是认这件事儿的，是认你有没有强制劳动的，对不对？那这件事你觉得你没有问题，你在这件事情上你就该这个不是国家机密吗？而且这个和你生意直接相关的嘛。而且别人做这个决定说不能买有强制劳动的这种产品，不是冲着你中国来的嘛，是冲所有人都这个样子的嘛。因此在这个事情你敞开大门让人家来检查，让人家来调查，那有什么不能做的呢？这个因为你在搞全球化，你在和别的国家做生意，别的国家就要求我知道你看你们那怎么生产的，我才决定我跟不跟你做生意。昨天你要有三四个国家的，你就该开门让人家来调查。你要说我不是那个账，
我不允许别人来调查，昨天已经去了，那当然这生意就做不成了。就是驻那你就驻中国的驻中国的外交使团30个人昨天已经去了，你看一下他们的结果呢？那三十个人是西方的还是西方的中国的老朋友啊？今天已就是各国的外交使团嘛，跟上合组织那个一个头带着，然后由于中国的一个上合组织是不是那都是他的哥们呢、啊？不，就是还有就是西方各国驻中国的使团那些已经去了。不是，如果是西方去的话，那没有提西方是专门去挑查的嘛？不是，就是驻中国的使领馆的人，你看今天的报道嘛，已经30个人嘛，30多个人。就跟我们要谈到是吧？你说那他那几个记者搞成那么狼狈那个样子，都给赶出来，而且骂人那个。不是那些记者本来就是有问题的。现在这个记者的事情另外讲啊，另外讲。现在先讲新疆您啊。现在就说，孟学，你有什么反动？您的你要讲的话，你讲完以后啊，那个有同台一起来批判，还是大家？我是觉得呢，就是我觉得大家西方啊是拿新疆的事情啊。是作为敲动这个中国的一带一路也好，这就是维吾尔族的问题，是少数民族的问题，是中国在中国的这个传统底下，中国对少数民族以前就确实都有这些问题，就是汉藏的问题了，还有这个新疆的问题啊。西方呢，因为他是从所谓走民族国家这个路线，所以他他们是认为只要你有这个民族问题，民族就应该建立自己的国家，这个是西方的历史出来的。而中国的话呢，因为他其实中国以前中华民族都是等到很后才出来，因为中国是一个帝国这个传统，所以的话呢，只有到清朝的时候才把这个边疆的问题，是中国的这个蒙古、新疆、西藏这么大一块地方，是靠清朝的这个统治的时候才把它这个搞成了这个，否则的话中国的原来的这汉民族就是在中原底下。那西方的话呢，它从19世纪、18世纪、19世纪以后，他就是只有认定就是一个民族，就是要有民族，就有民族国家才是这个历史发展的正轨。所以西方的话呢，是从这个19世纪以来，对新疆、对西藏什么，从来就是有希望把他们变成了这个独立的国家，认为只有这个变成独立国家才是符合历史的正轨的。现在我们这个处理这个，就是中国处理这个少数民族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后来学了这个苏联那个时候的所谓的民族自治的这个理论，结果呢承认了56个少数民族，而这56个少数民族变成一个身份认定，这个是实际上对于国家的统一啊是非常不利的。所以的话，犯了一个最愚蠢的错误，就是对你还要搞一个身份印证，等于民族问题是中国政府自己制造出来的一个问题。对对对对，所以现在的话呢，你其实你对新疆的问题的话，因为它有几百万人，这里头你像今天是不是还刚刚出了一个视频，不是出了一个这个新华社的解释啊，就是说新疆的这个公安厅的副厅长还是政法委的。实际上是最主张搞独立建国的，想要做变革。没有，他们是玩了一个12年的游戏啊！这是我几年以前我就听人说，我一直没有得到官方的这个认证。这一次是官方公开出来，就是说在几年以前，他们就破获了一个案子。这个案子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有一批人是在新疆大学、新疆社科院、新疆出版社、新疆教育厅，这批人呢是维吾尔族人。他们就编了两套教材，一套是汉语教材是完全按照北京的要求编的，然后维吾尔族的教材呢，就按照他们根据维吾尔族的文化的理解，那么编了一个呢有利于啊维吾尔族的这个身份认同的或者是文化传统的一些内容，那么这种做法呢就被认为是中国认为是两面人。你故意在这个维吾尔的教材里面呢，虚升了这个虚冠了这个所谓独立意识，
所以整个一票人就被抓了，新疆大学、新疆教育厅、新疆政法委啊、这个还有这个啊、好几个研究机构啊，就是参与编写的这个教材的人，哎，这判刑都判得很重。最近中共就把他这个内应公开出来了，但是这种说法是没有经过法律的辩护的，你完全是中国官方的一种说法而已。不过的话呢，这个里面呢，就是他们这个有独立的意图，或者是说不就是说有希望独立建国，这个是从苏联不是从沙俄的时代，就是这个左宗棠为什么要去平新疆，就是那个时候就是东土耳其斯坦就独立了，那所以从十九世纪以来，新疆一直是一个独立问题，一直是一个问题啊。那么到现在为止，你从那个这个 ISIS， 就是从那个凯达组织以来，或者 Muslim Brotherhood， 就是这个埃及的这个穆斯林兄弟会啊什么，对他们这个回教的独立的回教的身份认同，就是这穆斯林啊，再加上突厥族的身份认同，使到新疆有这个维吾尔族想要独立建国，这是很合理的。这个就是这个在至少从十九世纪以来就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一个发展的，就是每一个民族应该有自己的独立的这个建国，才能够完成他真正的自由。现在台湾，他明明是汉人，他也认为要变成台湾民族才能够独立建国，这是一样的。这可是呢，这个在中国现在的情况里，他是不能够允许这个新疆被独立出去的。那么，所以这个斗争呢，是你要怎么样的情况底下，使到一个多元的民族文化，能够强调他们的文化的突出性，但是不能够强调他的民族的这个独特性。如果你民族的独特性，你走到最后，像这个华春莹把那个 Wilkinson， 就是鲍威尔的那个秘书，讲说这个美国搞阿富汗战争的，在阿富汗驻军就是为了要搞这个。那这个也事实上，美国中央情报局从很早以来，这个搞西藏、搞新疆，这是他一直的从来没有断过的念头，这也是非常。所以从那个是华春莹扭曲了他的意思。没有，他在《华尔街日报》采访他，他说断章取义。如果你去听一下他的原文，根本没有扭曲，没有，就是那个意思。他的英文原文前后根本不是，就那个意思。他后来他讲的是，我是讲的暂时我们会这样做，打仗的时候怎么可能嘛？打起来再这样做，早来不及了，对不对？就是现在不是他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在那里搞五十年？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永远要在新他就讲讲、OK， 威尔凯森先生呢，我们在想办法，我们已经跟他联系上了，他已经给我们回信了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争取尽快能够采访他，看看他自己的完整的说话是怎么回事。好吧，那彭先生，你反正我是觉得从这个中国的这个。这个什么？你最好总结啊！你最好总结，这个中国的这独立啊！你总结。孟群先生已经讲的太长了，而且很反动你。您能给予打击？我补充一句啊，就是这次中国方面搞起抵制，他就是要传递这个信息嘛，讲得很清楚，说你们 H&M 一方面造谣抵制新疆棉，一方面又想在中国赚钱，痴心妄想，那就是说哦，你不买我们的东西，你也指望我们去买你的东西，没门儿。你不买我们的，我们也不买你的。这样子呢，到头来呢，你就被迫为了我们有我们的市场，你就被迫买我们的东西。所以他这，而且那个新疆自治区的政府发言人，新闻发言人在3月29号的新闻发布会上就讲得很清楚，就说你们这么做是损人不利己，我们会反制，因为会反制制裁你一样。他特别讲了一句话：不要把经济行为政治化。他因为你那些 H&M 就是所谓把人权问题和经济挂钩嘛，就是这个意思嘛。他的意思就不要挂钩，所以他等于默认我们人权，在人权角度来说，这个问题可能是有问题，
你不要把这联系起来嘛，他这里你不要把这两条联，你做生意就做生意啊，你要讲究这个东西，对你对我们不好，对你也不好。他这是中国政府要传达出的信息，可见他知道，他并不是正面回反驳人家，我们没有强制劳动，他相反，他是从这个经济说，彼此大家都好，不要挂钩，他强调这一点，就说明他知道这个问题是个问题。问题不在这儿，问题不在中国人新疆是不是有强迫强制劳动，不是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是问题。我个人认为强迫劳动一定有，中国这个制度下强迫是很正常的现象。关键是这一点，是不是所有新疆棉花都强迫劳动出来的？是不是所有新疆棉花都不合格，都不应该有这个标准？这是一个问题，这是这个 BIC 的问题。再一个就是这个中国和这个美国的这个争执在是地缘问题，就是中国认为美国打新疆的时候人权叫我们做了人权棉花人权和人权贸易等等，这就是把人权和贸易和那个什么棉和经济联合在一起，然后那个对中国施压。中国认为这是地缘政治的一个工具而已啊，对他那个都有新疆棉花也好，香港问题啊等等。大概比主要特别是新疆人权问题，当然新疆一定是有问题，没问题这个西方也就没有这个理，没有这个理由，这个或者说不可能，这个就是说把所有的些大部分西方国家都联合起来，这个对中国进行谴责和制裁，尽管这个只有就说尽管只有美国和那个加拿大和荷兰议会啊那个认可那个认为这个。那个新疆那个有种族灭绝，但其他西方国家没有这么跟着跑，但是都一同这个谴责了新疆的那个基本人权问题，有强迫劳动的这种侵犯人权的行为，这个是西方已经共识的。那么但是问题就是，这是但是北京的在北京因为他吃了苦果，因为这是那个美国以那个这个通过这个以新疆这个人权作为突破口对中国进行那个什么。联合盟友这个一个突击，是因为只有这个在人权问题上西方才能够唯一现在可以一下子可以联手起来对中国进行谴责和制裁的，就这个问题，其他问题都很难，包括军事地缘军事也好，特别是地缘经济很难完全一致性的那个时候团结起来对付中国，尽管他们有这个意愿，那个毕竟有各自的利益，这个诉求有分歧，很难这个就是说在很短的时间内或者说动出各个全方位的来形成一种统一战线，这是北京的就是说他们的这个看法，这里边也不是完全没有一点这个道理，就是说那个美国这个刚才里面谈到了，就是说美国对中国这个颜色革命也好改变也好，通过各种方式都在进行，这是正常，是公然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也是西方也长期的也在讨论这些问题，所以说刚才我们谈的都是华盛顿拿出的证据，说这个什么鲍威尔的这个幕僚呀，这个上校谈的讲话说到这个新疆那个就是意思，那个意思就是这是恐怖主义嘛，就是让中国新疆乱嘛，新疆乱了以后中国就乱了，乱了很慢的，就是说就我们的改变中国的可能性就增强了。这个就是说到底那个什么这个从那个从经验和那个什么历史的一些事例来看的话，这种是完全可能的。这现在是当然北京想利用这个方式来这个证据这个事例来什么来那个削弱美国联合盟友来一起对付中国这个战略。这是我们应该看的，就是我们现在争论那么多，争论这么长时间，一个是有没有强迫劳动问题，我想是应该有，但是关键是，现在就说美国这个时候用就是人权棉花也好，人权贸易也好，是就说是不是完全出于对人权的关心而或者是完全主要是以地缘政治、地缘竞争这个角度出发，这是一个就是。和北京和西方和美国这个争议的那个一个起点，也是这个国际社会的一个争议的起点。其实你看，现在西方和美国和中国的互相拉盟友，也就是看谁有说服力，谁说是不是能够就说让对方信服，谁在说假话，谁说了多少假话，
谁那个什么那个真正是在关心就是说盟友还是在这个利用你要盟友，这是大家提出的问题，也是确实影响中美互相这个什么拉帮结派的这个后果。我觉得中美就拉帮结派打群架，现在是这个实际上呢，对美国来说，对西方来说，最大的公约数就是人权。在这个问题上，他可以拉到最多的人。而中国呢，他要凝聚自己力量呢，他最大的一个武器，最大的公约数就是主权。就不要说新疆没有那种，就是属于奴隶劳动了、啊，就种族灭绝，就是有，恐怕中国也不会承认。就是这个东西呢，就是已经堵在那儿了。你比如说80年代的时候，西方要打人权牌。他就咬住你严打怎么样，抓了100多万人，杀了3万人，26000人，那是确实存在的东西，就即使就是有都没有办法承认，就这张牌一旦打出来，就跟那个百年马拉松那个作者讲的那话一样，他说你要白邦瑞就你要跟中国打人权牌，你就要准备你是 super super 的鹰派，他当时是给 Trump 的幕僚们讲这个，没人听得懂，但是觉得我们打人权牌呢，不就是很缓和的东西吗？对吧？讲点民主啊、人权啊、自由这些东西，他其实不懂得这张牌，他的底色实际上是非常厉害的。他你就要准备做个超级超级鹰派，要不你就别打那张牌。那张牌打下去以后啊，这后面的东西会是很多很多的。现在看来也一样。其实这个新疆牌我们最开始不是从那个新疆棉打起的，西方要打这张牌，拜登上来第一个是 BBC 嘛， BBC 找了3个人嘛，这3个人也许讲的是实话，就说集体性侵的事，就为了这个中国把 BBC 给关掉了，这是第一张牌嘛，然后才是种族灭绝。现在呢是河南和加拿大政府是通过了非强制性的，就是议会决议认为中国是种族灭绝，所谓非强制性，就是说这是一个道义谴责，就是不能要求政府对这个采取任何行动。美国其实 也这样，所以它实际上 是一系列的牌打过来的。BBC 那个打了以后，现在不大提了，对不对？汉人对维族妇女的集体强奸，成千上万，每天都是多少多少，他们3个人都是，这是 具体的那个 victims。后来就开始新的一轮，打到现在呢，已经应该是第3轮了。种族灭绝，现在就强制劳动，就跟胡平讲一样，小时候都有过，就是到农村去劳动的。既然可以强迫到学习班，那学习班中间闲暇之余，或者说怎么样，农忙季节去采采棉，是不是有可能？这个我不排除。但是实际上，从大的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真的就跟那位退休上下讲的一样的，这实际上就是一个中美一个博弈的选到那个新的点吧，就新疆就入选了。所以如果和平，你要是找得到那个人，我相信他没有什么好辩护的。那个东西我是从头到尾听的，没有中间断掉。他那是个公开的演讲，对，他是在 Rand Paul， 根本那是谁都听得到的，也不是个内部讲话被拿出来的。他说我只讲的是暂时什么，根本没有那个前提存在，但是他确实讲的是建议性的，他我觉得应该这样，他没有说我们已经在这样。从这个意义上呢，你可以说他是一个只是很多他的设想中间的之一。好的啊，好的好的啊，这一届的中国研究院的精要啊就到这个地方，谢谢各位啊，谢谢各位的争论啊，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观点，就是我们民进要做节目的主要目的，让大家可以呢有更多的参考啊，决定啊，你信谁的，信胡平的还是信冯胜平的，由你们自己决定。谢谢大家。谢谢。